应该讲没有，你生气吗？没有，我怎么会生气？没有。你有那个，你有那个音调。没有啦。四季晚安，谢谢这么新之冠，新之冠。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在开直播？不会啊，我不会啊，我不会，不会。应该你生气了？没有啊。阿刚，晚安。你会生气吗？我开玩笑。刘小晴，刘小晴，谢谢。很怕别人生气。对你很，刘小晴很怕别人生气。七个人，什么七个人？阿刚什么七个人？七个人直播。嗯，哦。好，自己问自己忘。晚安，晚安，晚安。好热、喔，刚冲回家。我刚去，我刚去找妮妮，然后。我刚去找妮妮，然后就一路就是坐捷运，然后坐很久，坐很久，然后就在捷运上大睡，睡了在十几站。嗯，然后我现在开播迟到了，哈哈。嗨，酷K午安，先银舞晚，哎，晚安啦，晚安，晚安。蛋细胞晚安，晨晨晚安，等等，为什么我有点在发抖？怎么样？阿当，你是不是？没事。你生气了？没有啊。不会，我怎么会生气？我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坐过头，也不是说坐过头，就是我坐刚好到前一站醒来，可是我就整大段时间都在睡觉。我觉得我很会善用时间。谢谢，这 BGM 很棒。晚安，晚安，人之冬兵，晚安，晚安。宿舍整洁交给我维护。咦、欸，这几天大家疯狂打扫哎、欸。不就是那个整洁大师？今天见到你实在是我的荣幸，可以给你我的签名吗？给你我的签名是什么意思？你天天晚安，烧过火台，哎、欸，很坏。我就在妮妮旁边，然后就很无聊。那因为我们去刚去吃晚餐，然后晚餐是吃那种就是像永和豆浆那种，那种宵夜店吗？然后我就买了就是豆浆，然后就在看那个上面的笑话，很烂，超烂。然后烧过火才会变什么？会变梅花，棉花棒。什么阿姨？哎、欸，好好说话，你们这些阿伯。开然后我把整个化妆包放在公司，所以这是小晴的口红，然后小晴的口红跟屈臣氏的眼线也没。你为什么不要讲出来？还好啦，还好啦，就是这样。大春带舞，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掉头发啦！是啊，对不起。掉头发。小晴有人打电，小晴，小晴，有人打电话给你。不是啊，是他啦、oh. 你啦、oh. 我看起来爸啦爸啦我啦啦我啦啦我真是的。嗨佩森晚安，就嗨玉祥晚安，小心过你早上、hey. 他可以叫你们不行叫啊啊没事。屈臣氏有高 CP 东西，有啊，就试用品。Sorry， 那些都是试用品。嗨，白宫晚上好哦。弘毅晚安，好。然后我刚刚就突然间，就妮妮在，我跟妮妮在玩那个，我们是在改那个 iPhone 的名字，自己 iPhone 的名字，因为妮妮就我们要传 AirDrop，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名字很好笑，然后妮妮就很想改，她就现在 iPhone 的名字。然后就改，他们叫改叫什么？谁被泥巴困住了？还是什么？我被他写说我被泥迷住了。然后改成什么？又改成什么？
我是他改 iPhone 名字改的，我是你的小宝贝爱心。他说哦，不要用那么加酒的名字好不好？雅鲁安晚安，北辰丹云晚安，岳父哎、欸、更好，好好讲话。你们看，弟弟 Coco， 弟弟 Coco，Kiki， 发发，妮妮，一起加入。宠物行列 ，EFT 六五哎啊哎啊 EFT 六五七八晚安。我已经按上打扫了，这是我的。我的行李箱一直都没有先，一直都没有移动过。给我移动就好了。Kiki 是谁 ？Kiki 是妮妮的另一只狗，爸爸妮妮亲戚的狗，一只白色超级胖的柴犬，超级胖哎、欸，怎么可以有狗这么胖？它是猪吧？他20公斤的柴犬呢、欸？我昨天在台北路上看到有在遛猪哎，太可爱了吧！真的太可爱、欸，超级扫除人一家哎、欸，扫除超人啊，扫除超人一家，交给我宿舍的整洁，就交给你了。打，不要再掉头发了，要把头发粘起来了，把头发粘在你们头皮上。哎、欸，这样我很容易被认头发哎、欸。对啊，烫短的是短的。而且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刚剃掉后面的头发的那种很极短的那种一点点的头发，它也会掉。那掉下来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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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很像掉眉毛这个感觉。可是它是后面的头发。掉眉毛好笑。詹妙兰，晚安。好喜欢手臂哦！你的那个熊怎么很变形？那大熊很变形。Yes。哎，我的水壶，我的水呢？它去哪里了？怎么在椅子下捞不到它？眉毛会掉，眉毛会掉，眉毛怎么不会掉？全身的毛都会掉。让它保证长智齿。真的、哦？对啊，就长歪了。啊！所以我要吃药。他现在是跟我讲，我现在先吃药，啊、如果很痛再去拔。啊！你要肿了？没有，还没，我还没有要拔，我只是长智齿而已。而且我照 X 光也好酷哦，我第一次用牙齿照 X 光。用牙齿照 X 光，嗯。好酷的。酷哦！超酷、哦，酷哦！Marcos 晚安，坤坤晚安。阿哲晚安，你是水平智齿吗？不是，它就是长歪。长歪的智齿。我前阵子也是怀疑我是不是要长智齿，因为它感觉就是后面那个皮有点薄。然后我那时候照 X 光的时候是，它有三颗，我里面有三颗智齿，我有一边是没智齿的，可它都是直的，它不是横的，我很庆幸，它不是横的，对我很庆幸。一家的牙齿蛮好看的说，长也不会变不好看啊，是怎样？智齿在里面好吗？对啊，智齿这个长在这里的一颗牙齿又不是这样，不会啦。不会给你们看。而且长了，如果除非影响挤到太多牙齿的话，不然是不用拔、啊。我现在是要吃止痛药。杰星不是也去拔智齿，看起来是差不多啊。小杰晚安，卡木伊晚安，内内晚安，阿俊晚安，西西晚安。哎、欸，我想要听音乐，我想要听东方的音乐啊。嗨，小胖晚安。这次我要讲会影响你的心，会啊会啊，我们相信，就是拔掉之后就不会了，或是就是不影响的话就。当然希望不影响啦，影响多可怕！谢谢阿健送的玫瑰，谢谢，送了好多玫瑰，一路到东方，呐呐呐呐呐！我去拿我的电脑。七七还没回来。告诉各位，我最近一直在看 Kilolo。我最近一直真的一直在看 Kilolo， 然后
它真的好好看哦，就觉得就算是看过以前看过的再重看也很好看，看新的也还是很有趣，就好开心哦。嗨人好，晚安，你可爱对不对？你很可爱对不对？这十八料理会变修长吗？你是说在里面的时候就弄掉吗？还是可是你原本就是没有长智齿 啊然后你长出来之后再把它拔掉啊，不是差不多？嗨嗨，我要查，好痛的腰胀，我要查音乐。你姐拔了有变尖，哎，拔智齿脸可能会变尖呢。可是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拔智齿你就会吃不下东西，那就变瘦。对啊，吃不下东西就会变瘦。哦，原来是这样。嗯，答错是黑发发。嘿，尊重。我真的一直被变成其他物种哎，原来被讲的是黑狗，就是黑马，黑魔女。魔女是什么物种？陈敏君晚安。原来这个时间，我真的，我现在，我刚刚在捷运上大睡。睡了十几站，然后到家很开心，然后我还听点嗨一点的东西。我想要听摇滚还是听？东方交响乐。小白兔晚安，黑狗太难听，就他们讲的啊，就七七讲的啊，这影片短短的是广告，影片短短的，它就是在我大家播音乐，就是它会放那个摇滚、金属跟朋克的区别，金属摇滚跟朋克摇滚的区别，七七讲的。哦，不是啦，你讲的啦，差不多啦，那一家人讲的啦啊，那一家人讲的啦，就是他们讲话就这样嘛，习惯就好。我觉得今天脸看起来特别有肉，就那家人呐、就那家人嘛，对不对？我的同事都没选上，真假的？好难过、哦。怎么办？你的学分排多少？选修？没有但是我现在是满的，我现在总共26哎、欸。我才15哎、欸。我现在我一年级排超满，但是我好像没选上哦。QQ。我才排15学分呢、欸，我是排太少了。有点少，一年级要排多一点，不然你四年级会死掉。大概是这样。啊！拜托加特选我。可是一想真的很无聊那些鬼课，就是我冲，要么就冲堂。我想选日文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没选到日文为什么？你是同时没选到，就选修没选到？日文很高。你选修是选跟你科系有关的吗？是只能选那个才会算吗？还是学其他？我都学一些很奇葩的。其他人算啊。但是我也没有通知我上，我选修就没有选。我选了资本主义思想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在自保。难过，我居然没有上日文，我去加退选日文。虽然现在心情不适合听 metal， 虽然说很提神。Baby metal，Baby metal， 去看病。哈哈哈哈哈！我知道啊。哎，这样感觉就可以问很多关于大学的东西。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大一可以不用排那么多啦，反正你们都有工作，大四不用那么。大四通常会很闲吗？大四不是感觉通常很忙吗？什么专业专题之类的。专业伦理大四就比较闲了，所以大四忙是因为大一没前面都没修吗？对啊，
对啊，不是因为大四本来就一堆东西要弄，但大四也就是因为大四有一堆东西，所以你才不能排很多课。对啊，啊这个你不能把课留到大四，你要先把大一修完。啊，跟我们有工作什么？大四才不会，反正我们都有工作，但大四不会。大四反正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忙的事情啊，毕业前哎、欸，考研啊，考研。研究所啊，好严，好严。但能修分数修就是看科系吧，我感觉就很忙，看起来就很忙，什么鬼，什么专题研究啊，论文啊，不啦不啦不啦，很可怕哎、欸！欸、真的有些大学中的知识可以跟我补充一下，是什么选修是怎要干嘛，还是什么要干嘛的，我觉得。很恐怖哎、欸！请各位指导我。我看看哦。刚刚去看了选课，竟然只有什么工程伦理能源应用可以选，什么鬼？你是理学理工的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它是看起来都是没有说什么不能选，就是你点进去就是让你选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不懂到底那个学分是算不算。好的，我看看。现在时间距离我们总我有15堂数总课。已经倒数几分钟了，谁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课这么少？3分钟，倒数3分钟。我是都没选上的意思吗？哎，我只有必修有上，太白痴了吧！好像那个球赛要开播的感觉。现在，如果你是正守在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打开我们对象，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直播的人数？多少人在等待？好，很多人，很多人。傻眼，我是全部都没选上吗？那我只有必修哎，这不是太惨了？太扯了吧！嗯？好奇怪哦。看不懂。不是这样吧？不是这样子吧？太惨了吧！怎么样？等一下哦，我全部没上哎、欸，我连选修都没有哎、欸，什么意思？我很恐慌哦，看不懂。Hello Center。不是吧？可是他选就是还是有空位的啊，为什么我没有？我不懂哎、欸。我超不懂的欸，他已经公布了吗？我看一下，各梯次选课登记分发结果会转入选课清单，请同学自己上网查询。我看看，那诶、欸，我想说，15学分不就是必修的学分吗？啊，选修去哪了？超傻眼！哎、欸，那我大一超闲哎、欸，超级爆闲哎、欸，国术文啊，每天大学规定不太一样，大一大二应该会以必修为主。他的必修课已经就直接帮你排入课表了，但是什么意思？啊！哎、欸，我告诉你，我所有课都没上。是哦。我学分是数学，15学分的必修啊。我们学校一个学期最低只能修16，哎，你一定要修到16。啊，我能怎么办？加退选啊！加退选，拜托！加退选。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个。好抓狂哦！
谢谢课网，系纲会有。我就觉得我们系谢谢官网做的够烂的，我感觉。全课系统，只有通识没有，通识怎么会一个都没有？太扯！这是怎样？这间大学是这样，大四，因为他是从高年通识从 大四排起来，他讲大四全部都没，大四都没修，然后把大一大四的人大一都没修，然后大四才一直选通识吗？哎、欸，我已经选就是很冷门的了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艺人不都这样吗？你一定是对艺人有什么奇怪的偏见才会这样想。大一姐就不好，我也不想哎、欸，我排了，我原本也是排二十几学分，没有到三十二学分啊，可是二十几学分。对啊，毕业要一二八嘛，一二八学分，一学期一学年，三十二学分。对啊，我排二十几算蛮多的。啊，没有上啊，没有半上半个哎、欸、哎、欸，不要你们这些不要跟我资本主义想那么，不要跟我抢我资本主义的东西。九月三号开放，我们家是学校整九月十六号。早上九点，九月十六号星期几？我看一下，星期三，早上九点，啊，不是在上课，上课的时候，啊、哦，好崩溃哦！因为很平淡，然后好崩溃，听起来有点可怕。我看一下，个人仪表板，那些成绩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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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号？今天。四年准时毕业比较便宜啊，付学费的是不是我们爸妈？你要让爸妈多付那么多钱，是不是很非常不孝顺？学长姐都大四才冲，是不是？我的母校通识分十二门，前两年七门，后两年五门，可以自己分配要选择。我想一下，通识是一学期只能上两个。然后，就是各领域都要分配，可是你可以自己分，有四个领域，然后四个领域让你自己去分配。然后，
我想选日文，但全部撞，全部撞。还有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是很莫名其妙的教授，然后另一个是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往风评好像不是那么好，就是还要再交多少钱去部落参观。可是我觉得那东西自己去，然后就不用再花那么多钱去。不用再花那么多钱去部落，然后去上一堂课，然后走。我觉得是一个很形式上的东西，你没有真正去了解部落。对，20分钟。OK。先自己跑家先，跑家先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条吗？是什么纸条吗？我记得什么有个什么纸条的，有些有些没有，一个什么纸条可以解释，什么加签条吗？还是什么选课条？你要喝可不可？我不要，谢谢。好，可以让裁判看。晚安。那些选课都像订花莲车票一样难抢，几分钟就没了。我也是哦，那天是怎样？我早上起来选，然后选到忘记去自主练。算了，可是就是这样子啊，没选上。我同学才跟我说，前几天才跟我说他没选上。半个通识都没选上，很惨这样子。可是我连选修都没有上哎，我要怎么办？而且我真的看不懂，就是我看了很多的，就关于我们那个系的那个，叫做什么网站嘛的解说，然后就。也没有说就是我们这个系有没有不能选其他学院，我是理工学院的嘛，就学理工的。那其他，比如说可以去学文学院的东西或是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不知道算不算，或是学理工学院的其他系的课，不知道算不算选修。因为有些什么会有党修还是什么的问题，可是我选的时候他是让我选的，那个选课系统是通常他会跟你说你已通堂或是你不是那个年级的，他会跟你讲，就是说哎，你不能选哦这样子。但是现在我用起来是他没有讲，他就是说他就让你选了，所以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到底选不选。一种加签单，然后请教授前面就直接去找教授。这样子是比较稳，比较妥，稳妥吗？比较容易上的意思吗？因为加退选好像也有网络加退选，年级参考用的啦，可是不行，他就是不让你选。比如说日文，假设日文绘画好了，假设他是大二的课。他就说你年级不够，不是你不能选那堂课，他直接不让你选，你点不进去。对，姚吴晚安，命晚安。通常我没时间，你说跑吗？要去学网印加去网印什么？哦，去印加签单给教授。盖文杰教授就能上了，他是不是有些系不会有那个加签单？因为然后有些教授哦，我再去查吧。他还有一阵子加签，还有一阵子。我学校是找加签之前要先寄给教授 email 询问，要怎么大家怎么写啊？就是不好意思，我是这届。某班某系的学校多少新生某某某，然后，然后怎样？然后，想请问教授，就是某堂课，你的某堂课是否有接受加退选、加选的？东西吗？加签的，我觉得是我走投无路才会，我应该会网路也用，然后签那个也签，对。
我真的是很怕不稳定的人，对，不管是任何事情都一样，就是我很怕那种没什么几率的东西。嗯，要沟通一下，说很想上场课，好。欸，可是真的很可惜，如果都没有选上的话，然后选了一堂，就去加课，好很有诚意的说我很想修你的课这样的，然后很有诚意，非常有诚意，然后就觉得突然觉得教授很累，那不是很惨吗？上第一堂课就退了，对啊，我就没有那个可以退的机会。记忆没有就是礼不礼貌，其实我刚这样讲是 OK 的，我觉得我刚讲的没什么礼貌。啊，不知道该怎么，我很不会，就是打字打得很有礼貌，很难欸，这是我写信，我觉得超难的。真是可怕啊。那我的水到底去哪了？我就觉得，最近比较容易。最近火气会比较大，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进教室听，就直接进教室是没问题的嘛，就是旁听，直接进教室的旁听是可以的吗？还是一样会问教授可以，请问可以旁听你的课吗？因为我真的会超无聊哦，会超无聊，虽然说早八完全没事，可是真的会超无聊哦。嗯，然后有，这还有很多问题很想问，但是我觉得那个太容易透露个资，所以就算了。嗯，可惜教授不认识你啊。可是哪天就是不想给任何教授留不好的印象。应该说，如果就是旁听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我听很多大人还有长辈都会讲，就说哎，你喜欢那堂课你就去旁听啊。可是旁听到底是什么？就是听，那要交报告吗？学分应该是不算啊。然后就是只是去听课而已吗？嗯，很好奇。这教授是粉丝，那我也没办法阻止他那么喜欢我，那就那是那我更高兴。代表那个教授一定不会讨厌我啊。小大一才会有思想跟怀念，哈，新鲜人啊，新鲜人，照顾一下，可以问自己的直属。哦的，我完全没有在管，就是什么茶新生茶会，然后。什么新生住什么时候入住？我有宿舍了吗？我还不知道，我没有宿舍。嗯，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系会啊，还是什么的啊？然后什么鬼的？而且我觉得，我国中都还没学好，我就要上大学的感觉，好可怕哦。进教室做些反正没人认识，一堆人吃了也没报到啊，傻眼。哦，是茶会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搞不好已经过了，搞不好已经过了，我也不知道。希望不是，而且报到，他是说网络报到就行，然后我前几天打电话问。那个宿舍他有说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应该那我应该就是有报到吧，因为他是说可以网络报到，然后开启什么什么账号，然后就可以 OK 这样子。通常在八月，真假的？为什么完全没有这印象？欸，你知道吗？我们的系是这样超冷漠，欸，就大家是都超冷漠吗？怎么回事？我很怕，再来查一次。
然后也不知道我同学是谁，还有这个其实开学才会知道。因为如果我之后有宿舍的话，我要在宿舍直播吗？你们大一会提早开学，新生在报到，新生报到认识就好了。大学提在九月中吧，大学差不多都九月中，九月十四正式开学，系会都会先联络新生。怎么联络？打电话吗？啊，我都没接。我遇到不认识电话，我全部都不会接。完蛋了，开始给人不好的印象。他们有没有 FB 啊？我看一下。结果发现，活动全部错过了，这样子。我看一下。为什么置顶贴文要放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都过多久了 ？Hello， 哎，他写的比官网还清楚哎，官网，官网加油好吗？用电话，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 FB 跟 IG？ 直接打我的名字哦，张爸爸这样子，这样可怕哎、欸！这样直接查到官方账号。哦，茶会已经过了，不好意思，没有东部茶会，我不知道，我不用去，还好。八月十是北部茶会，八月十七南部，八月。九月二九制服趴，我看一下九月二九有没有事情。我记得好像有事情。哦，没有事情，耶、yeah, ！新训开学，优秀。优秀，我希望我会喜欢这个戏，就是。所以你要不要看一下小盒子？小盒子哦，我看看，就标准的嗨，我是某某系的那个，有系学会的那个成员，然后要不要真的，你就尴尬了。我看看。我回一下妮，好，等一下。没有，都是你们，哈哈，都是你们。不，法法应该会比较不方便吧？直接通 TP 账，我就觉得我想要就不是我想要，我会把大学跟这里的生活分开，所以我不会想要在大学宿舍直播，就是这么招摇的事情。嗯。而且要看室友受不受得了啊，前提是我要有大学宿舍，如果大学没抽到宿舍，那我真的T7会疯掉。其实粉丝就学长姐了，哎，我看一下，没有，都是现实动态，现实动态我都看不到了。我不是住宿，我要住大学宿舍。T7会疯掉，真的，我觉得他房间那么小，而且他自己他需要私人空间吧？对啊，人都蛮需要私人空间，而且他房间那么小，小的完全没隐私。
他都几岁了，然后还跟一个小屁孩住在一起，还天天见面，他应该会疯掉。你要去哪里？他出去找个姐。你会回来吗？会。好，拜拜。我再带个小学生。你知道吗？拿去洗了吗？没有，在找袋子。好，在宿舍不跑吗？机器保护。什么嫌他啦？我嫌他，我怕他烦，他觉得我烦。你的闹钟大声一点就 OK。闹钟再大声一点会变成就是我醒了，我还没醒来，然后他被吵到不行。对。都北部的话不用住宿舍，不是啊？假设如果读就是那种离宿舍超远的，假设宿舍在就是假设宿舍在淡水，那我读了一个新店的这样子，这感觉就怎么了？你放哪？是放牙医诊所。你认真吗？认真。姐妹，姐妹 ，yes， 这是吗？是，我没有放在牙医诊所，找到了，谢谢大家。拿起你的偶像包袱。其实你有客厅能睡，不是这样很远呢，我觉得。嗨，小泽，晚安。闹钟不要太早响就好。我闹钟这样可能要5点6点就要响了，七七会疯掉。什么尽量别排早班，早班一定要排的啊！我课都没，我都没有课的那个了，而且趁我现在还能比较闲，不知道以后这里会变多事情。就是我一定是以课业为重的啊！你看我都暂停多久了，我怎么会放掉我的课业呢？对啊，大约没有选时间，而且我排早八的课咯，我还是没有选上哦，为什么？啊，可恶，气到剪吸管。基本上大三才比较空闲选。大三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系是怎么样，但我们的系课超多，就是各种课，因为它是那种很广的一种系，然后就觉得很。他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太广了，可是都是很基础的广，是某这种领域的那种，就比如说假设没什么好假设的，资管嘛，就是那种比较广的系，比如说那种假设化学系、数学系、物理系那种，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一种啊，就是你要往上发展，你会有很多。出路就是你要再去研修什么东西的那种系，就是他要学的东西很多，他课超级多，炸炸多。大一没人权啦，大二三大四要补学分抢走了。哦，学长姐，认真点好吗？以前，哎，可是这样子不就是一种那种就是无限的轮回吗？比如说之前的大四学长姐就才在修的话，那。之后的大一就没得选了，然后他之后大三大四才选，那再下一届之后的大一又没得选，那不就是一个恶习吗？一直在重复的那个很杂，像是分学院不分系那种。我应该不是分，我不是不分系，对，差不多了，我大概懂，我这懂的意思。星期四休人，欸，真的大学感觉会有很多，就是上大学才会知道的专有名词，就是像你们刚刚讲，就是那些东西，就是小大一不会懂的那种。想想大三大四就数学问学好凶嘛，那你们就是
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就是最忙是最忙跟最闲大概是什么时期，然后那个时期 大多时候在干嘛，或是在处理哪方面的事情吗？需要指教，好累哦，好累。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台东偏远地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多资讯我都没有收到，然后我就莫名其妙错过了很多很重要的很多很重要的讯的事情，像是选宿舍，对，宿舍那个什么新生那个手册跟那个入学通知才寄到我家，然后打开都已经隔那个关闭宿舍选填多久了？这是我的这阵子最水逆的这阵子最水逆的事情。可是我高中有一个学长，是他跟我读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系，对，可是我完全没跟他讲过话，对，就是我有听说，我们学校很小，就是拜拜，都知道谁是谁，但不熟的人很多这样，然后。就可以哦，我应该会去问爆他问题，我希望可以加到他的 LINE。嗯，冯甲人晚安，希望我们去其他同步了。那个戏好像蛮冷门的，好像两个班还是三两个班一个班两个班而已吧。大二大三会是系会社团干部，大四要弄专题都很忙。我也是这样子，我自己脑补的也是像这样。啊，呵呵。我的充电器，这是谁？谁拆我的充电器？是我的线吗？天哪，怎么那么多 iPhone 线啊？饮料倒了，是怎么那么多条 iPhone 线？应该是我的，应该贴个贴纸。太复杂，太困难。嗨，代代，晚安。我的大学生活一片雾，我很怕，我真的超怕大学生活，就是要认识更多人，然后又不知道，那些资讯，然后每次刚好偶然的机遇查到那些资讯的时候，都已经过期了。像你们刚说，我就刚提要茶会，然后想要去哪里查茶会的东西，然后查，已经过了八月。好好，最强。那就可以独立联络提醒一下啊，是不是要多缴两年学费？迎新要去比较好融入，迎新是宿舍的吗？还是就是大学宿舍的吗？还是是全那个系的迎新，还是全校的迎新？因为就是有新生训练，新生训练是迎新吗？九月底左右会迎新哦，有一个宿舍趴吗？
迎新是全校的，全校的迎新，所以是跟全是要干嘛？园游会哦，还是什么的？全校的迎新是，各系分，因为每个学校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是听你们这样讲的话，嗯。唱歌可惜，我觉得迎新还是各个系各个学，不要到全校，就全校好，全校好好多人哦，好可怕哦。没迎新是不会怎样，没错啦，就是一种多认识人的机会，嗯，呵呵。我等一下下播，我要再去找别人哭诉一下，我们要选上半堂通识跟那个什么加那个什么选修的课的那个的事情，就是我需要讲，我要讲，我要大声讲，就是对，我们之前聊大学的东西聊了快一个小时，好神奇哦，通识。营才是各系上的活动哦，有看到宿营这个词，我有看到，它是什么格式露营吗？希望学校有很多和善的同学跟学长姐，对，不用说人道很好，就是待人和善，不要太苛刻严格或是。怎么样的都好，嗯，哎、欸，你今天也要回家吗？好吗？我今天秘密，哈哈哈哈哈，那没有人了，对。啊？哎呀，中午要不要喝点？哎呀，你给的饮料我一律不喝。他出门了，张爸爸送的饮料我一概不喝。你可以再做屁股。快笑死！卫生纸先准备。我觉得我们的桌子，真的很好笑。我们的桌子是才刚收过，然后变这样，就是比较多东西。我很庆幸今天还有地方可以放手机。我想为什么不喝？那边我很厉害，我是三趴，可以调一下吗？可以，谢谢，谢谢救助。我们刚刚差点没有办法用来杯，因为手机要没电。好笑，柏林有什么音？因为大学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拍直播，因为我要住大学宿舍，拜托我一定要有大学宿舍，那机器会疯掉。Action！ 我现在把手机变成用成英文了。Figure， 我看一下。Action， 物理作用量哦 ，A 吗？我物理，我的物理还比化学好哦。啊，我的物理也不好啊，我的化学怎么办？我的生物怎么办？啊，我生物还行啦，可是我没有学过高三的。拜拜，晚安。练剑法的小薰晚安。我这整个直播全部都在聊大学的东西。哦，好漂亮！你全部都干嘛喂？对他们真的。Pink bomb。这是一款超好看。没有啦，是粉红炸弹。OK 了，好了。小猪的晚安，谢谢暗红送的亲子版。他们看翻译会不知道在说啥。你是说中翻译吗？还是？我不是推，对啊，我在推城市的。啊，你说中文还是？现在中文的翻译还是英文的解释？徐小鱼是颜值入坑。听到？一点点。怎么样？气氛很重要。对，哭爆就是。Get it on, get it on, get it on, get it on。
这个比较没那么梅花的感觉，跟之前比较。化学看天分，我没有天分。因为我没有吗？唱的太伤心了。跟中间人不一样。看英英解释，他指的是一个从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一个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可英英解释，英英解释真的可以解释的非常好。但是他如果用了一个更难的词去解释的话，那我就要再去查那个词是该干嘛。对，所以我就是很读得很慢，英文不是很好。嗯，就是他们就说，就是家人从我小到大就是一直说要，就是英文要学好，因为不然你大学看原文书怎么办？我现在体会到了，大学看原文书怎么办？冰粉，冰粉，不是那个投票那个、啊。然后脚好，我要脱离大学一下，脱离大学话题一下下，就是刚跟你出去玩，然后我跟他说，如果我讲一次矮沙，你就打我一次，就是矮沙话题。对，然后就是我就一阵子都没讲了，然后我在看他滑他相簿，然后就看到他就是他的照片，我说矮沙，他再给我打下去。真的？他怎么了？他直播，他就回家了。然后他超过分，他给我开播再关播再开播，那我钩就断了。他故意让你跟不到钩。可恶！他刚才密我说，哎、欸，我让你钩断了。你用那个补钱卡，只是你要先跑到他的礼物保鲜区。我没有钱。他说卡住啊，我能怎么办？表情很嗨。一定会嗨啦，开玩笑，自己团呢。啊蹦蹦吧，蹦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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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一巴掌，对，我就被打一巴掌了。飞音了，飞音了，可恶！没有，我是说，我刚刚说打一巴掌，打一巴掌。然后那时候被我发现，就我讲说，配合要怼唱。配合，配合，这个是陈思颖吗？这边打一下，这边对对没错没错，继续事情，对没错。苦吧。我看很多人都跟那个青年当小比，光光光，对，从那边都开始流行。冰棒冰棒哟！其实我是看那个，看老师那个跟一个那个 gay 拍的那个片啊，我有看，超好笑的。哎，那我看了，我看了两次，对，我看了两次，对，我看三次，我看是啥？我一次没看完，跟洛洛他们一起看，然后自己看一次之后，那跟你看一次。我都背起来了，好好看。波涛，谢谢开心送的掌声鼓励。你在跟为梅花掌声鼓励吗？好，你前面还可以跟波涛了，下次从头。波涛，从表演头。八强这边错身而过了，所以他表演头即可。你不可以掐我，但是我说，这里看了吗？好，不要看了，都没看过，看过。确认，确认。而且再加上后面又加了。这什么舞太难了，好可怕、喔！看看吗？哎、欸，我猜拳可以猜、欸，我还没有赢过、欸，什么意思？听手到底、欸，哎、欸，两个是乖板。我看一下，这两个都是。哦，这是吗？我有赢过吗？那987-93而已。什么？987-93而已。平手，哎、欸，我真的猜超到平手，谢谢。哎、欸，他那个衣服真的是很露，就是他、那個欸。我觉得芭蕾超性感。他们那是超级高叉，然后高到就是线条都跑出来。这个妆超可爱的。嗯。我很喜欢芭蕾乐。我很喜欢他唱歌，好听。谢谢，开心又送了。天哪、啊，好谢谢。
非常感谢。好难过哦，不要看黑桃了啦，黑桃真的很难过。因为是你的，我觉得黑桃真的是很难过。裴姐，我超喜欢裴姐，她好正。享受你的最后一个舞台，输了，谢谢。直接输哎。不过挺忙碌中，晚安。老师说，谢谢送掌声鼓励，谢谢。你可以边看 TV 五二。看这个，我想看，这个超酷的，后面那个，好看，这个超恐怖，超正，是谁？你知道吗？现场看这个没有看到，就是我是大家在尖叫，我是完全叫不出来，太震惊了，对，很震撼，我懂，我是看到觉得就是恐惧感，然后就是那种外星人，就是异形的那种感觉，异形的感觉，很震撼，然后我很感动，你懂吗？异形的那个电影看过吗？没有，我看过异形吗？几个片段我没有看完，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他们的衣服真的是超级辣，超级辣。他们从那边起来，我就超帅，超外星人。对，而且这里很棒，这里很棒，这里会哭了，好棒啊！那个是他们上一集被淘汰的。对哦，他们对啊。天哪！现在第六了，现在第六。啊！他们真的是超，他们的表情很酷，厉害。对，而且他们真的很震撼，很远近都在都有的。我坐这边，被给到犯傻是不是？第三针，百步蛇的，第三针好漂亮，很正。好喜欢他唱歌。我觉得他绑在那乌卡，啊！圣恩也太用力了，他们都超。我来看他的裤子。他撒破，而且不是故意破的，不小心破了，是不小心破的吗？超有效果，这也太高差吧！你看那个中间那个，我都跟你讲，超级十八禁的衣服。啊！美女，他们穿西装，他们都要穿西装。KC。他们几个张力真的太强，好可怕、喔！你知道他们真的很用力，就会让人感动到，就是、因为这是烧开水星。就我觉得看黑桃杯很有那种总决赛的感觉、就是最后一次表演了，所以大家就是很用劲的想要把这个表演表演完。这个好厉害！在这吧，黑桃。这里那个，Hello，大晚安。我现在滴滴52，刚完全没来看直播间。啊！啊！不是！小少女。哇！姐姐。歌声。
小一龙啊，吓到和声，右边那个人突然这样，哎、欸，那个是谁？磨磨指甲，很漂亮，大家很赞，好赞哦、啊，好想在现场哦，谢谢，超现场真的是超赞，哇，星宇那个腿举很久。裴姐，我觉得我这边的想法真的挺好看的。没有，是赛赛没有没那个。很棒，我很喜欢。他们两个在一起。嗯，卡帕。那卡帕不是不是合同吗？对哦。我觉得很棒，我很喜欢他们今天的演出。在吵的。子琪，我给他吃好白。有没有内心也在跟他们一起跳舞？太感动了，徐子琪下来了。他们从巴黎，哇、哦，你好可爱啊！互动了一下，对不对？因为子琪也是在八强这边错身而过，真的好可惜哦。所以他也很熟悉这个舞。哦、对，他也有练这个。对，因为他们那个最后好久好久一起练这支舞的，包括林跟子琪一起，就算这个赛制把子琪淘汰，但是我刚才想就站在那里，我觉得这支舞一定还是要有子琪，他是我们的一成员。成员每一个人就算被淘汰了，永远都是黑桃的。而且说很酷的。说拜拜的人啊，然后尤其是坐在台上看我的表演，对我来说就很残忍。当我确定了子琪真的是坐在那个位置以后，我就心想，我开始这个新闻就爆出来，超多。他说：“哎、欸，我电脑中毒还是什么的？”其实电脑中毒，这种新闻我不能讲。最后我们靠风的签票，就是我们是为了冠军而来的。哦，这一幕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天哪，好可爱，我要哭死。他的团魂。他没有忘记任何过一个人。那团魂这种东西真的是。那时候我对面是站裴姐，然后我就跟裴姐对到眼，然后裴姐那个眼神就是很坚定，等于是我们到最后总决赛还是一样，九个人都出现在画面，所以我觉得超棒。好难过，不是难过，就是你懂吗？感人，就是、感人太感人，他们的爱，对。结婚，因为我们两个人要。我从现在才开始追，那都不感觉到了。谁的错？听起来很漂亮。来我们的舞台，去你的世界。大家好，我们是风暴黑桃。去你的世界。大家好，我们是风暴黑桃。可爱错误。据说这次的表演、啊、是你们自己主导的风格。我先念个排名好了，今天直播特别混。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这个舞台才相遇的，但是今天这个表演是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表演了。所以第八名是老师阿收里，第七名是暗红，第六名是花生神魔术，第五名是变成新天柠檬，第四名是四季，第三名是阿健，第二名是阿张，第一名是凯迪。谢谢你们，谢谢凯迪，凯迪投了两个猜拳，觉得不管未来是花了这么多钱，我第一次这样练舞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太爽，所以我们主导这次的表演。有，我们看得也很爽。我也觉得很爽啊，从舞台开始。Holly， 是 Holly， 他就是，哦，很有张力。比较小一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会练，可以练出来的。我觉得他 sense 很好。对。然后我就怕最会不会过了这一段，后面就整个虚掉。结果没有。每一个表演，每一个人都是尽了全力。他们好年轻哦！我觉得这个表演很累，很辛苦，因为他的能量太大，因为必须符合这个 backing 这个音乐的平衡水平，所以你们必须要释放很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表演。然后除了在音乐表演，现在有几组表演了？然后除了在音乐表演，现在几组？好像第几组？第二。都有自己的性格。对啊。整个表演。开心，拜拜。现在十点。谢谢。我觉得很好。晚安。我觉得睡个好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形容词。他腿很白。我觉得很专业，因为这个。现在是直播时，我看看。非常成熟，然后很好看，很精准。
下一次直播是。等我一下。跟我说哪一个？9月7号，哦，宿舍公布日，加油！对，张爸爸加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感觉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9月7号的中午，裤子跟大家不一样。雨欣要是穿的跟他们一样短，我也会疯掉。他算视角，但是他头发又特别短，可是你看他跳舞的时候，拜拜，晚安。我还没有公布，还有4分钟，你要看吗？哎，会不会自己衣服弄伤了？你要看吗？要。怎么讲啊？你要看明成讲。哦，不用，没关系。他晚上。我觉得晚一点，因为我有点低能，一直。你也低能。低累。哈哈哈！哎，张爸。张爸乱讲话。抢票时间了，是哦，那没关系啊。那你抢票比较重要啊，抢票比较重要。再跟我们分享，如果。因为我不太懂抢票的东西，就跟选课一样啊！啊！好可爱，好暖心，二组 CP 感爆棚啊！好可爱。继善真姐之后，第二对 CP。他怎么了？看着他教授什么？爽跳一波，然后我又。但是他跳完了，然后打拉一波。然后他那个讲话的时候，他会一直讲。哎，真是。没有人理我。哦，我看，我看，我真的耶，太可怕了！这个整个大曝光哎。表情很可爱。超级感，然后下一秒我们就立刻。很棒，很专业，专业。他表情对啊。嗨，嘉恒晚安。不然我那个侧面下一个副歌，我们要跳侧面的时候，哇，后面的就可以看到我的阿妈那个。钻石。那个秀已经看到看光，看光，怎么从那拍？我被吓到哎。不好方向。那刚刚那首叫什么？刚刚吗？蜜桃吗 ？Thank you。Thank you。I'm sorry。I'm sorry。那个很 sorry。痛苦杀手。不好方向应该算是我们血战时就是经历风风雨雨过后的一个蜕变的代表作吧。没有看，你还在看吗？哈？还在看吗？什么意思？还在看啊？大家一起看，剩30秒，你就可以关播了。那些可以关掉，你先把它关掉。我想看弟弟舞啊。会看你直播。正神器一个倒钩。这好酷哦！你看这个，七彩变色科技感眼镜。它是可以变色这样子，嗯，然后可以固定颜色280吧，不固定颜色370块，决定来买一个，不会很累吧？未来眼镜不会发光，150块，不会发光的飞到笑，哎，会发光很酷，你看看看看，它最好是拍起来真的要这样哦，超酷哎，它脏了不是很尴尬？应该不会脏吧？造丑，这有点难带出门。谁要这个？谁要跟你带出门呢？现在不就一零六晚安？他们这个是在看。那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今天好没诚意啊，对不起。我想下播。今天超没诚意的，对不起。我一视线都在滴滴舞了。然后，谢谢，就是如果还在的话，就是谢谢大家。教我很多就是关于大学的事情，然后听我讲很多大学相关的抱怨，对，对，好，那我们等下看看你才看到我，拜拜。对啊，跟你们讲了之后心情好多，关于没选上这件事情，好，好。
号外的声音是 DD52 跟小青。小青です。要买科技眼镜吗？你买，我不要买。不买吗？大家好，我是小青。小青要买科技眼镜吗？什么？七彩可变色哦。晚安。很想要呢。